真正的胡安·卡洛斯·玛丽娜，我以前称为端口美洲杯。美洲杯帆船在2007年和2010年是巴伦西亚市的端口，它是两个外部码头，每一个游艇码头北部和南部允许向基地的美洲杯和码头船进入接入信道，在那里停靠超级游艇，这样可以节省时间，除了增加导航与剥削的巴伦西亚港的安全。港口美洲杯共有700点细泊和最低拖船在港口市区50米，总表面的面积930,000平方米，其中330,000是从地球港口和提供服务，例如保健、餐馆、娱乐、购物、交通、展览、媒体中心、帆船学校，除其他外。